我们现在在台中火车站，这里好像是他们的新站哎，蛮漂亮的。然后我现在因为时间也到中午了，所以想说去吃点东西好了。今天刚好趁着假日来这边走走逛逛，放假一下。那我们去吃东西吧，走。我们出发去吃午餐。台中蛮酷的，它的 U-Bike 比台北好，因为它前30分钟免费，所以我就可以免费骑30分钟。好吧，我们现在去加班 ，Let's go。台中今天天气超好，超棒，骑超久，终于到了。第一间准备要吃的就是臭豆腐。决定第一间就吃臭豆腐了。来，请坐。红茶可以自己免费取用。烧热间，天气超好，喝一下。坐，我再帮你，我再帮你。谢谢。OK， 好，OK。红茶，吃一下。肚子饿了，肚子饿了。坐了很久的车。很好吃，它里面的豆腐应该就。炸过一次，所以里面豆腐还嫩，所以它里面豆腐还是很嫩的状态，吃起来外酥内软，很好吃。进口泡菜看看，泡菜普通。我们现在吃完那个。臭豆腐，然后要前往第二家。今天来这里就是一个吃货的行程。哎，我把相机当架，蛮酷的，还不错，这视角我喜欢。我刚刚在架好这个位置之前，我的相机竟然这样从我的 U bike 上面直接掉到地板，干，超痛！还好我有装兔笼，所以摔伤的地方是在我的兔笼上。我们要前往去吃第二家，我们到了，这边是第二市场。带你去看一下，就是这里啦，第二市场，超多人在排队。这一间还蛮有名的，超多人在排。但是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吃素，所以我也要去吃天天馒头，口渴，现在喝一下老赖红茶。我要两杯红茶。好了，来喝一下很有名的老赖红茶，好好喝哦。买完好喝的红茶，现在当然要去吃最适合配红茶的，就是日式炸馒头啦、啊！超级多人，走吧，排队一下。为了这10颗日式小馒头，我等了30分钟。赶快来吃一下刚买的。好不好吃？它中间像这样古早味的感觉，红豆馅，外面是面粉。还好刚刚买红茶，太搭了吧。好了，吃的差不多了，赶快去我朋友那边吃饱了，超级饱的东西，好吃。我们现在要去一个我在台北马认识的朋友的店里面参观一下。为什么来参观？其实是因为我很好奇，为什么我的学长嘉哲已经这把年纪了，还可以透过补给品，然后让他成绩一直进步。到底是什么店呢？就是这里啦，台中铁腿铁人补给。去店里面看一下，他到底在卖什么东西吧。哇靠！一进来就是我学长嘉哲，这太夸张了。麦克在这。嗨 ，Jerry， 好久不见。我今天来台中逛逛，然后顺便来你店看一下，因为你上次跟我说你的店就都卖一些补给嘛。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要请教你啊，到底为什么这个老男人嘉哲已经这把年纪了，他也可以成绩不退步之外，然后反倒有进步，到底是他都平常吃些什么？好，关于这个，他的秘密武器就在这里。嘉哲他每天都会吃红景天跟刺骨酱，
OK， 红景那边，所以是这个东西是当做他每天的像是营养品补充这样。对，必备商品，就必备。睡醒就吃两颗，然后当做一天的补给这样。对，好，这个平常我有吃啊，我觉得这个、吃起来感觉还不错，就每天当做维他命补充。但是，跑步真的好像有变快一点了。那比赛前或是他的运动前，他会吃一些什么东西来做补充吗？运动前三十分钟吃 BCAA。BCAA， 那运动前吃这个为什么要三十分钟？目的是要让他三十分钟达到一个最好的吸收。OK， 所以他在大概三十分钟后，他的续航性是不是会表现不会这么快往下掉？所以让他续航力好一点，增强他的续航力。那运动后，因为大家也知道跑步啊，或者是重训这些运动，其实目的就是要破坏肌肉，让它有个重建的效果出现，才有进步嘛。对。那运动后有没有它都是吃什么来做补充啊？运动后的话，它主要就是吃白氨酸跟葫芦巴做它两个恢复的主要补给品。OK， 这两个我就没吃过，所以它运动后都是吃两个来帮助它恢复吗？对。难怪它明天还可以跑，我明天都已经脚酸的要死，但还可以跑两小时十八分，就是吃了这一堆补给品。难怪还可以这么厉害，两小时八我跑不到。我们来看一下他还有卖什么，因为我觉得这边有超多东西，我都非常非常感兴趣。像是这个耳机，这次我去台北买的时候，前一天他们刚好有一个 Happy Run， 这次活动刚好是 Jabber 有赞助啦，所以我有拿到一个这个耳机，挺运动员的品牌，就是好的品牌。然后我看到他们这边还有卖这个 Hypervolt 震动枪，这个也是我每次去住那边会打的，就是按摩震动枪，也是蛮舒服的东西。而且这边又有卖 Unix 的腿套机，也是很厉害。而且这边还有各式各样，就是你所有看到的补给品牌，在这边都有。晋级进，竟然这边也有卖。哎 ，Jerry， 嗨，你都来到这里台中最大的铁人补给店了，你要不要试看看，来比一场铁人呢、啊？比一场铁人在开玩笑吗？我是跑步的，我们是铁人专场。那跑步教练，我看你体能这么好，然后而且三月有一场铁人比赛，你要不要试看看呢？我是蛮怕我在第一项游泳的时候就会溺毙在水里的。对啊。那关于这样的话，你要不要先试看看穿铁人衣，让我来看看你适不适合做铁人？好，不然我没穿过铁人衣，我来试穿一下好了。Hey Mike， 比个三铁需要穿成这样吗？Jerry， 这一个帽子可是山铁里面自行车项目的利器啊，然后它可是可以帮助你上凸台啊。山铁翼的部分，这可是科技材质，高弹性布料，缩口的部分还有做防滑条以及快排，整件山铁翼轻量化设计，以及它的坐垫减压而且快排，让你游泳起来直接上山铁车是没有问题的。好啦，重点就是很帅啊！如果你是住台中的跑者或者铁人，对你的装备或补给有需求的话，欢迎来到铁腿铁人队这边采购哦。OK， 那我就正式装扮跑回台北吧 ，Go。